谢谢主席，我是不是请一下高高部长？请高部长。邱院长。部长早。部长，这个想更进一步请教您哈，今天我们在审查这个军人的保险的这个退职条例哈，我是不是能够请国防部能够再更精细的去说明一下哈？照理讲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审查这个所谓检讨所谓的年金制度哦，但是看起来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啊，我们的军人退抚基金哦，其实它的财务危机是最大的，但是改革幅度却是最小的。部长，我不晓得您怎么看？向委员报告啊，因为我们今天产生这个问题，各位委员可以看我们有一个曲线图啊，造成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年在93年开始啊，就实施的征募并行的这个兵役制度。那么从93年到了这个时候，正好到了高峰期，这些退伍的征兵的。所以你认为是这一两年的退伍高峰期造成这样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吗？因为每一年退10000人，大概要就从这个基金里面要提拨20亿出去。所以这个以往没有实施征兵制的时候啊，没有实施募兵制的时候，这一块是不在这个里面的。所以现在开始征兵，这个时候就产生另外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这都是当年没有把这个整体考虑在内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公务员。那你们现在新的改革制度有把这些考量进去吗？是刚才这个部长，全局部这个次长特别提到，他曾经考虑到行政院应该如何协助相关单位跟国防部，甚至于他建议说，有一部分当初行政院也考虑到，是不是用专款来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我们在同时在解决这个问题。部长，是我觉得哈，其实今天的这些行政院版的这些条文修正草案啊，还有很多争议性的地方没有解决啊。是哦，包括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报告说明哈，有一个部分我不晓得这个你们到底有没有经过细算哈？根据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第9页，你们有提到哦，就说你现在做的这一些退抚基金的提拨费率啦，做了这么多的调整，可以让你们的军人退抚基金的财务运作维持20年，哦，20余年呢，比20年还多啊！部长，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？这个是怎么算出来？照理讲，这个军人的退抚基金财务危机是最大，改革幅度又是最小的，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，因为你们做了这样子的微调之后，你反而你的破产年限算是最晚的，我不晓得这个数字是怎么来啊？你们有没有经过细算？有没有？可不可以说明一下？好，我请这个人力师说明。他好，来说，请说明好不好？其中一部分呢、啊，我们还有其他的配套还要再加进来，是这样。你说明。委员好，我是资源规划司司长。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啊，是说如果采取上述的这个相关措施，包括提高费率，或者说是改变一些发放的，就是延长服役年限，让他这个缴费时间长，领费时间短，这些我的时间有限，正向的一些改革，这个文字上我看得懂。对，我现在问你说，你们有没有细算？那如何精算出来？照理讲，依照你们现行的改革方案，你们是改革幅度包括公教人员、军教人、军职人员、军人退抚基金的改革幅度是最小的，但是你现在给我们的报告里头却是你们破产的年限是最晚的。不是，也就是说你延长的时效是最长的。我不知道你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。这跟委员报告，就像我们刚刚部长所做的，因为我们实施精进案，我们曾经获得一个经验，就是说精进案会造成我们退抚基金大量的提升，以及我们现在执行募兵制，每一年额外你们有没有精算过？对，这些我请教你有没有精算过？有有没有？有这些精算的数字能不能提供给立法院参考？对，我们会后会提供给委员好吗？我告诉你哈，我觉得你们这个根本是瞎掰胡扯啊！你们包括这个删除月补偿金的机制。删除月补偿金的机制，你竟然告诉我说你们可以节省基金的支出269亿，
这260亿怎么来？因为如果月补赏金的话，它是终身。这269亿怎么来？你现在调整你的这个平均月俸的这些这些计算准则，你只能节省6,834万元啊！你的第一项，可是你现在竟然告诉我说，另外一个删除月补偿金的机制就可以节省269亿，不是269万，是269亿哦。我真的怀疑你这个数字的来源，这个数字准确度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计算的基准，我们可以会后啊提供给委员，然后我们都会有精算的。所以我其实觉得哈，这个今天我们要审查这个条例啊，它还有很多有疑义或者是有争议的地方啊。所以本席刚刚也是希望建议主席哦，我们今天就做大体讨论就好，改天再来进行逐条。因为像我刚刚请教你们的这些精算的标准、精算的数据，我们还要等到国防部提出来嘛，有一些因为很多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嘛。有一些没有问题的可以先过嘛，是这样子。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很多啊。不会不会。好，部长，你说没有问题，我再请教你哦。时间好像又快到了哈。是。这个你们提出的这个条文修正草案里面啊，有一条啊，我们认为它这个叫做嫩期条款啊，就第36条。这个条文里头啊，你们把它改成就是说，比照如果是比照过去啊，年满60岁以上的配偶啊，其婚姻关系存续15年以上的，或者是未而且没有再婚者，可以给予终身哦，可以帮他的遗族可以领终身俸。但是你们后面又加了一个但书啊，我认为这个叫嫩期条款。好，就是说领俸人退伍除役生效时，婚姻关系存续2年以上之未再婚配偶，不受支领年龄的限制。向委员报告，我们很多这个义务就是征兵制，征兵制以后他们这个年龄都比较轻嘛，所以才会考虑这一块，是建议的。跟公务人也是这样做吧，这是公务人员没有这一条啊，部长，公务人员没有这一条，公务人员是没有这一条的。公务人员，我当时看到你这个条文的时候，我认为你应该是考量一些比较年轻的。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那些比较老的？我简单的跟所谓的那一些外籍的新娘嫁过来，嫁给老兵，可能嫁来不到2年，我简单的跟委员报告，或者嫁来2年以后过世，那些也可以领吗？我们其实原来公务员他们的条例就是在现职有2年婚姻关系，他们的退休之后的遗族是可以领半俸的。那我们原来是没有，这次我们把在现职结婚必须要有2年以上的婚姻关系，你退伍之后如果你的伴侣这个如果说这个死亡过世之后，你的遗族才可以领半俸，这是针对现职必须结婚2年的条件，这不是为了任期条款。跟那个老刚委员担心那个事情完全两回事，可能委员可能这个的逻辑有一点点想的方向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不是任期条款。不是不是，不过我想这样子啦哈，我们觉得这还是有疑虑哈，所以我们党团也提出了一个修正的版本啊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来做讨论啦。这个可能我们花点时间讨论一下。对，这个还不止花一点时间，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哈。有很多都没有问题的嘛。好，不过我想这样，刚刚那个因为时间很短，所以部长，我还是要求哈，刚刚本席提到的那个精算的部分，提供您参考。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提出来，是不是只有提供给本席， 是应该给我们所有委员会的成员。委员刚才就是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。到底你们怎么计算？你们可以延长到20多年才破产，是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是，我们会算给委员参考。好，谢谢。委员报绝对不是任期条款，绝对不是。